手率领的。那现在为您介绍我们的吉他手，新的新时代的吉他手九六。他是毕业于成功大学，主修吉他。那刚刚也介绍过，是德光女中台大一中的乐器院的辅导老师。而且呢，目前呢，他也是在这个是啊。各大乐器行，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摇滚嘟嘟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啊，这吉他老师。去年国庆呢，一差一点就上台演奏了。他是毕业于美国知名乐学院 Julia 乐学院，主修钢琴，目前是成功大学以及新国管理学院的热门乐系指导老师。掌声一样来一下。泰国华侨。